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正式开航运营，起步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是中国发展最快和最有活力的航空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旅客提供全方位无缝隙的航空服务。创业20年来，海航深入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着力探索科学发展之路，立足和谐发展、创新发展，持续追求卓越的服务品质和良好的安全记录。依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海南航空赢得了广大旅客的信赖与支持，把握住了一次次发展良机，资产规模不断提升，在21世纪初成长为中国民航第四大航空公司。海南航空拥有波音737、767系列和空客330、340系列为主的年轻豪华机队，运营飞机总数超过120架，适用于客运和货运飞行。经过20年的发展，客货运协调、干支线联动、境内外相连的航空产业集群已趋于完善，构建起了密布全国、连接5州的航线网络。1993年至今，海南航空在以海口为主基地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北京、西安、太原、乌鲁木齐、广州、大连、深圳7个航空营运基地，航线网络遍布中国，覆盖亚洲，辐射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开通近500条国内外航线，遍及世界上主要商务城市，为旅客提供便捷的飞行选择。2012年全年累计实现经营性收入276.94亿元，实现运输收入250.84亿元，年运输旅客2327万人次。截至目前，总资产超过900亿元，员工10000余人。海南航空保持着始终如一的高运营品质，追求至诚、至善、至精至美的海航人，更是将安全视为企业的生命线，牢牢守卫，在空中铸就安全的钢铁长城。2000年、2003年、2007年，海南航空荣获中国民航安全生产最高奖项金鹰杯。自开航以来，海南航空连续安全飞行300万小时，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排名第5位。服务品牌是海南航空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对旅客还是同仁，诚挚于心、卓越以行的品质，始终是海航人永无止境的追求。对于海航人来说，卓越服务既是对高标准的执着追求，更是发自内心的去满足客户深层次需求。从成立之初的店小二服务法则，到如今的不期而遇、相伴相惜服务品牌核心价值理念，海航创造了旅客化民航十连冠的佳绩，打造了中国民航的卓越服务品牌。2011年1月，海航迈出国门，以独具东方特色的服务，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全球 Skytrax 5星航空公司，书写了中国民航服务走向国际的传奇。珍惜每一次相逢的缘分，关注每一个细节，用心每一分每一秒，让服务细致入微，超越旅客的期待。海南航空，让旅程成为彼此珍惜的美好记忆。2011年12月，海南航空首次荣登国际著名品牌咨询评估机构 Brandzy 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品牌50强榜单。2012年3月，海南航空蝉联 Skytrax 5星航空公司。同年7月，实现连续3年蝉联 Skytrax 中国最佳航空公司及中国地区卓越服务2项大奖。2012年12月，再次入选中国品牌50强榜单。2011、2012年，分别获得国际知名商旅杂志 Global Traveler 和 Premier Traveler 评选出的中国最佳航空公司。安全正点，东方优雅，创新激情，团队协作，平等仁爱。
这是海航人站在五星航空的新起点上提出的新的 SMILE 服务准则，从全方位让旅客感受海航的东方之美。海南航空将以民航强国战略为主导，加速国际化布局，倾力打造具有全球多营运基地、规模和运营能力居世界前列的航空公司。2013年，海航创业20周年，展望新的征途，海南航空将继续朝着成为中华民族世界级航空企业和世界级航空品牌的伟大目标迈步前进。不期而遇，相伴相惜，海南航空。